阿才，睡死了吗？知道了，知道了。哎呀，不好意思，你的电报。表弟路过你家，帮忙照顾一下。天哪，又是个穷表弟啊！怎么办？又来占便宜了。什么都吃，连我的房子也会被他吃掉的。这个杂志太可怕了！藏起来，都藏起来，藏起来！表弟，不是饶了小姐，我怕被你全部吃光。藏起来，藏起来。还得压个大。乡下特色风味吗？特色风味啊，有有。来了啊，鲜胡萝卜、很有营养的、表哥去城里看见你上报纸了，我们的大英雄怎么还吃这个呢？哦，是啊，表哥我辛苦惯了。表哥真可怜呢。哇，好丰富啊。表哥你尝尝这个吧。哦不，谢谢谢谢。得客气一下才行啊。那带我去玩一玩吧。这个容易。玩意儿，这个有意思啊！乡下比城里好玩多了耶！小小胡子得罪了，小妹，
老狼。教训你、我好好说，别打我表哥、好好说，拿钱来。都给你好了。嘿嘿，拿来吧，算你识相。送过去了。看我怎么收拾你们呢，看吧、别跑，都站住，谁也别跑，别跑。站住！站住！不好，表哥怎么办？救命啊！给我用用了，呀，这回跑不掉了。表哥，我来了。可以，一定要再来玩呢。再见，再见，路上要小心呢。小心，再见，再见，再见。阿宝不但救了我，还把食物都送给了我，可我都没好好照顾他。谁呀？这是什么呀？亲爱的表哥，我发觉自己已经喜欢上乡下的生活了，朴素而又刺激，真想常住耶。不知道表哥欢不欢迎呢？当然欢迎了，送上礼物一份，希望你能喜欢。你的阿宝，阿宝，我都表弟。